家长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会在医院里？忘了，你跟田市长谈话的时候突然之间晕倒了。没事啊，就最近审查呀，你太操心了。躺躺就好。不行，我不能躺在这儿。哎呀，公司还有好多事儿呢。就别操心了，公司那儿不是还有江城和我的吗？王总啊，你们的财务人员什么时候到？等的时间可不短了啊！实在不好意思啊，马组长，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我向您检讨。我们那个小陈同志啊，平时工作非常的认真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迟到的现象，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。您别生气，一会儿等他来了，我好好批评他啊！您再多等一会儿，多等一会儿。好吧。你们下次。一段马货那个是吗？已经上了啊！我们这个当然都不是他兄弟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！迟到，这都几点了？刚才文件拉公司了。拉公司，这么重要的事拉公司？对不起啊，王总。不好意思，王组长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我从所里带你出来的时候，看中的就是你的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。可是没想到你干了这样的事儿来，面子对你有那么重要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？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？啊，变成什么样了？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？你都还是原来那个普通农村孩子吗？我都不认识你了。你这么做是犯罪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是我做的不对，我让你失望了。周总，你让公安把我抓了吧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会连累咱们公司的。你说的轻巧，这种事能不连累公司吗？你是在往我们脸上抹黑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们近期为什么叫近期这个名字吗？就是要在白沙路上树立一面旗帜，树立一个标杆。我在所有的领导面前，我腰杆都是挺直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在那拍胸脯说，我们近期绝不会犯错误。可是你倒好，你现在让我变成了一个笑话。周总，出去，出去。
哎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先歇会儿啊，我一会儿给你做饭。累了吧，喝点水。是不是调查的事还没完？变成什么样了？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你都还是原来那个